便当，我要什么软体，当然就是要工作下。如果家里小孩都在买电脑，我就不用了，不要就好。带三合一吉隆还是可以泡？没有，我是说带那个 French press。哦。有没有人要吃泡面？那我要韩国辣泡面，要辣的。可以啊，只要热水可以弄的。还撒一颗蛋到里面。对啊。听说那个辣泡面加气很好吃。好恶心哦！你是昨天粉吗？不是啊，那个橘色的那个啊，而且要韩国的辣的泡面，很辣的。加气死！好了之后，你就放一块那个气死上去。我女儿吃过，她都辣的。我觉得可以，那个应该融掉，而且那种那个橘色的一片片，对，不会太重的味道。对。那叫缺德嘛，是不是？啊、而且叫缺德呀。Yes。到一种缺德香哦，这样子，一片一片的。然后我想，他是说可以做那个披萨嘛，我就想问他贝果啊。哦，就是飞过一半一半的哈，然后再做一片，对，比较辛苦一点那个橄榄油的一片，然后再弄那个番茄，然后就撒点鸡粉这样子啊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我昨天在做什么？老师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画起来这一片，哇，你就好多了哈。我就觉得这朵花有没有有加分效果？照相味道好立体哦。亲爱的家长，亲爱的家长，麻烦你们往前坐好不好？我们马上会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。大家好。对，不一样，你用 blue cheese 的话，那个味道。麻烦你们往前坐啊。